对，比较甜的位置。这一球稍微高起来就被逮到在左半边，哇，直接全打墙。好，这个时候范国成要挑战二垒没有问题。嗯，哇，这一球差点飞越全打墙啊，范国成。哇，这一球又是走高的情况下又被逮到，形成了安打。这个时候想要来回传，哇，哇，到底是出局还是 safe？是到底是有没有出局还是安全上垒哦？上垒差别很大哦。嗯，这上垒的话一分是回来哦。哦，看起来是蛮明显。对，看起来好像脚先到哦。是，看起来蛮明显。嗯。如果是 safe 的话，是第一分就回来了，富邦就先取得点。对。还是多确认一下。嗯，判定是 safe 没有问题。哦，主场现在气氛气势起来了。嗯哼，会打，可是打的有时候要靠，要有一点运气啊。哦，气势来了吧？这个半局，哦，一上来王世聪就率先敲出安打。嗯，有没有机会再继续的扩大这一球打出去，找到了一垒手，哦，结果有拦下来，比速度的情况之下，结果是判 safe。结果是判 safe， 哇，两个人比速度，结果是判 safe， 是，哇哦，对，是回过头来要拼命的要冲刺，因为这个时间点投手来补位是补不到的，因为实在球太快了，所以只有一垒手可以，陈俊秀也知道我跟他拼了，哇，应该是 safe， 嗯，结果这球打到中间方向，游击手要回传给一垒，哇。是 safe， 富邦悍将要回来第二分，嗯，是，吼，哇哦！今天范国成面对索沙连敲了两针打，而且都带回来分数。嗯哼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央央。看完影片呢，记得要点一个爱心。如果还没有订阅的朋友呢，记得帮我点下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，这样子就不会错过我们任何一支最新的影片喽。